Chào mừng bạn đã đến với kênh của May. Bạn đừng quên đăng ký kênh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tiếp theo nhé. ，我叫赵丽颖，来自河北廊坊，今年19岁。如果你突然得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过了灯节，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，她们娘俩。 人之所不屑为者，我屑为。你进。你是杨门过岭的世子吗？你太骄傲，太自负了。因为我优秀。那你就要配合我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等到你的价值大到无可替代，你才能接近想要的目标。你没有那么多钱，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愿望。Thank you.
像那么冷，吹起了风线。从前初识这世界，慢慢留恋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界，慢慢留恋，翻过岁月不同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，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。两个世界望一轮月光，我用手指无穷尽的探访。谁把红豆一丝一缕磨成香，让相思从缝隙里溢成江。惊鸿入沧桑，愿喧嚣尘世把我们遗，听你心跳里的狂，耳畔发烫，听我们在心墙的两边刻满地老天荒。用这话就是骗人的，大丈夫当忠君爱国，不如做个纯臣，何必无谓争执？自己的东西岂能指望？又好受苦吗？只有我。谢谢娘娘同享功业垂怜，凝兰薄草之姿，何其有心！心长在上，禽兽想念明白。有些事儿看着很平安，其实凶险。你空口白牙，血口翻张，有些事儿看着很凶险，这是好心，其实倒不是不够大。若是大，那就算是没有钩，也会跳上岸去把岸上的球。他今天死了。是他罪有应得，是他死有余辜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一个杀人凶手佩戴。我最喜欢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，最好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。